温真，我来啊！我想说要替小明提倒垃圾。唔免啦，我做我十摆就好啊。我听欣彤讲你离职哦。我是互人失职。喂，啊是上家开除董事长的情某啊？董事长的妈妈。老夫因出手啊。啊，都郑德龙想要跟我做伙住，伊妈感觉是我使人诶，就叫我离开公司。这样阿爸，啊，不过听起来郑德龙有咧改变啊。我甲伊讲，你原本诶厝住不落去，啊，伊都另外买一间要互你住。可是你哦、喔，哎，迄是真久以前诶代志哦。嗯，那是伊家己吼卡手上过办啊。啊，不过至少已经开始面对伊妈妈这上大诶问题啊，敢毋是？伊妈吼连新妇拢替伊找好啊。啥？郑德龙的秘书，哈，老爷吧，就是搞着喇叭哦，见惊伊嘞，而且佫直接安排伫身躯边，真正有够影响的。啊，你打算就安尼离职哦？我无要走啊，郑德龙坚持要我留落啊，伊佫叫成功哦，甲我口讲，成功一定希望你离郑德龙较远的，哪有可能甲斗作讲？你又唔对啊，成功嘛叫我留落，几大班？不收下来，我提来去住。喂，宽宽哦。妈妈没有不要你啊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先不要哭，你先不要哭。好，你乖乖的。我没有说不跟你一起住啊。许金芳，我是针对药啊，这么久来，啊平常是不是拢是阿伯伊咧倒垃圾？哦，我知啊，你是为着要躲着欣彤的吗？煞唔知，欣彤今日上暗班啦，而且我唔是做同样代志，拢为着我的天鼠小姐啊。上好是。好啦，来啦，你垃圾我啦，我替你等啦。唔免呢。喂，方便啊，阿妹又伫底？好，我等你有水果，拜拜。温嫂，啊，搞好你啊。哦，拜拜。我，洪文珍啊，你拄仔叫我啥啊？你叫我温嫂，我是你的队长呢，真正是。我今仔的粪扫哪会这么多？洪编辑，我想要请你去宽宽加分，为了宽宽好，我伫公司甲下附近找一间新的厝，让加分一个重新开始的环境。我知影这件代志，加分有甲我讲过啊。哎呀，哪讲？董事长，你莫这么着急。好啦，我会尊重伊。今仔找你来，阁有另外一件代志要麻烦你。我想要叫你等宽宽加分，留你零点多。成功已经甲加分讲过啊，伊嘛愿意等来零点多上班啊。伊讲遮尔听郑成功的话。董事长，你若唔较加油诶，加分是真有可能让别人入去哦。董事长，我有代志想要甲你的秘书讲，该哪请伊入来？什么代志？等我开门，你就知影。子云，你入来者。有什么事要吩咐？对。方编辑有代志想要问你。就问一下，董事长有买厝，要让宽宽甲嘉芬做伙住，这件代志老辉哪会知影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
董事长在社会上是有头有面的人物，我烦恼伊的身躯边有一挂会涉老秘密的人，那对董事长就唔好啊。你是咧讲？我是咧提醒董事长，你伫老夫人心目中是理想的新妇，是未来董事长夫人，所以当然无希望加分回来，敢毋是？请你别伫董事长面头前乌白说话啊！我只是讲出事实，伊就见小段生气啊。董事长，好啊，我今晚无啥物讲一件代志。黄明志，你家分的室友，可是我会了信任的人，我想要请你跟我斗三工。我这个家是不是让我满就可以啊？董事长，我嘛无可能为着要跟你斗三工，就把我甲家分的感情放一边，主要。还是看你自己。好，我先走。思念的